全体工作人员祝贺这个光荣的日子。1984年1月7日，1670公尺长、开新台票40亿起的高雄港过港防空正式完工。这座防空下过高雄港，连接高雄市前镇和基丁，是台湾头一座海底防空。美国联邦调查局说，这是他们办过地域范围最广、跨国动员最多的一次绑架案。1999年1月7日，三个中国人在美国绑票台上高架当官男了后，走回去中国，尾后在福州被抓起来。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的陈冠南，上午刚到了校门口，就被两名歹徒绑走。陈冠南的爸爸接到了绑匪打来的勒索电话。派人押陈冠南，向伊伫咧台南的家属讨150万美金。尾后，美国、中国、台湾三地警察做伙合作，顺利把这个嫌犯抓起来。